拜五拜六可以啊，可以了可以了，两个假期的拜六都是假期吗？老婆不行，老婆不给假。讨论出道理，哎，我以为你什么事主播呀喂，我以为你主播，没有没有，现在还是不了。那天才跟他们讲，我们老人没有人管我们的理念，只有孤兵一个没有人理。Thank you.
阿哥，你不用问啦、啊，阿哥在那边肯定知道的。Thank you.
好的，开始。